谢谢爸爸。好，加油。Yes。可以有，可以有，弄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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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说，这一段材料的，弄起来一定要剪进去，就是回去又帮你放说，心里很凶，心里很凶，这不是第一个哦，OK。他那时候也是狂看，然后没有，还要那个什么 repeat， 没有，还要那个什么 repeat， 这一段是心里自己想的。来梳妆打扮，也可以看出我们爸爸妈妈的好感情。当然，我相信我们现场也有许多呢，是我们的刘爸爸、刘妈妈的至亲好朋友。也请现场的嘉宾好朋友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一个热情的掌声欢迎。好友，也请现场的嘉宾好朋友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一个热情的掌声欢迎。的伴郎伴娘请进场。现场的嘉宾好朋友呢，看到我们的明峰跟雅姿给我们的伴郎伴娘一个热情的掌声哦。在他们的带领之下，要为我们的新人开启一条幸福美好的康庄大道。掌声欢迎我们的一休还有我们的云如请进场。现在一休跟云如也缓缓地走在我们的幸福大道上，相信现场的嘉宾好朋友等待这一刻的时间等待了非常非常的久哦。我们也欢迎小两口来到我们的正分台前方。云如，我亲爱的老婆，
我们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05年的夏天，那是我，那是为期一周的受训，虽然没有让你深刻的记住，但这也是让你记住了我的名字。106年的冬天，我考上了高考，分发到了关山地震事务所。人生地不熟的我，很巧的座位就在你的旁边，原本不安的心，一瞬间安心了不少。或许这就是上天的安排，让原本只有一面之缘的我们，悄悄的将你我的距离瞬间拉近，也让我们的故事可以继续延续下去。记得到关山地震事务所的第一天，就被你因为缺人手而拉出去工作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话匣子就像河流一样滔滔不绝，从一开始简单的问候聊天，到渐渐的无话不谈，再到后来的一起规划人生，然后一起旅游出国等等，然后一步步的实现。有你在身边的感觉，一切都非常的好。还记得我们最喜欢约会的地点吗？我们总是在那边看着银河，望着大海，追着流星，拍着我们的星空照片，还有我们偷偷听别人用手机播放的音乐，然后在旁边猜歌。就是这么可爱的你，让我在那片浩瀚无垠的星空见证下，用我颤抖的双手悄悄地牵起你的手。在那一刻，我知道你就是今生我想守护的人。现在的我每天看到你及我们爱的结晶炫值，就算上班再怎么辛苦，回到家看到你们，我的脸就会洋溢着幸福的表情。我想这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吧。站在这里，我要向你许下誓言，我会在你每一个困难的时刻陪伴在你身边，为你遮风挡雨，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，让你每天充满欢笑，成为幸福的人，让我们共同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。一休，兄和亲爱的老公，说起我们的缘分真是命中注定。第一次相遇是105年的夏天，我考上高考受专业训时，听说有人开着 BMW 载着几个正妹一同前往，心想哪来的花花公子到处打妹妹，完全不想要理你。第二次相遇是在5月天演唱会上，那时抢票还不认识的彼此，却在一票难求演唱会上一同看了表演。第三次相遇就在106年的12月，你分发来到关山地震的时候，我隐约记得你的名字，但长相却忘了，所以就把你错认成班上的另外一个医生。这件事一直让你耿耿于怀。交往的过程，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点点滴滴，也一起克服了许多难题。好不容易达成了结婚共识，却碰上了疫情。别人都是先结婚蜜月再生子，我们却完全颠倒，一点都符合行政程序。幸好我们是生在这个年代，否则小命早要不保了。你是我见过最体贴的男人，总是牵着我的手，让我走内侧走道。下雨天，雨伞也是总是偏向我多一些。还有看到我手上有东西，总是主动帮我背包包拿东西。知道我喜欢喝汤，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会想办法变出一碗热汤。虽然你不是非常浪漫，但是生活中的那些小举动对我来说才是最真实的浪漫。你也是我见过最顾家的男人，每次回到家看到你和努比在互动，那画面更加让我确认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，也确信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因为你，我发现了身上的缺点和不擅长，在世界上除了我爸妈以外，还有人无条件的包容我，填补我的不足。也是因为你，我愿意尝试脱离了舒适圈，即使知道未来有许多问题和困难，也让我有勇气去面对。谢谢你选择了我成为你的家人，未来的人生潮起潮落，我都会支持你，陪着你，给予你所需要的一切。我爱你。恭喜两位。
会比较多。有没有人举手？嫂嫂，嫂嫂吗？云如的前任比较多，请作答。我们的一休前任总共有几位？三位吗？应该有三位。对，爱的只有一位。爱的只有一位，当然就是今天的女主角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题，谁在家里最常使用手机？有没有这位姐姐？云茹，云茹答，没错，就是云茹。谁吵架之后会比较容易先说对不起呢？谁比较容易先低头？你们觉得是云茹还是一休呢？有没有人这边一休吗？为什么？性情很好，好，个性很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请作答。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当事人呢，为什么觉得答案不一样？比如，就是我常常比较容易先举手，我会先道歉，让他采访，他就软上。OK， 这是云如的答案。那我们来听一下一休呢，有没有什么想要？可能我比较不常生气吧，所以道歉机。所以其实真的看得出来，我们的一休是一个非常好脾气、好个性的好男人，对不对？给我们的一休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再来呢？谁睡觉最容易流口水？来，Ruby 是小朋友吗？小朋友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觉得是小朋友。好，那这一题有没有正确答案？我们看看新人的作答。三二一，请作答。谁会把内裤翻过来穿但是却不自知？这好私密哦，好私密哦，但是搞不好答案会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既然我们的新人都问了这题了，所以搞不好题目答案会不一样。有没有人要抢答？有没有人想要抢答的？哎，好，我们这边有一位，那是云茹吧，因为我太太也会这样。是云茹这边的朋友还是一休都是朋友。好，所以太太有来吗？因为你爆了一个很大的料。不来才敢讲。不来才敢讲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看一下我们新人这边正确答案是谁呢？请作答。两个都会哦，超级特别。好，既然两个都会，给我们的云茹一个翻身的机会。我们刚刚有好朋友说应该觉得是云茹，对不对？应该不是我吧。问一下一休的答案。问一下一休的答案。来，一休，怎么会是我们？男生的 很容易分辨出来。两个人都不承认。谁煮饭比较好吃？各种意义上的煮饭要好好回答。谁煮饭比较好吃？各种意义上的煮饭。您这题目有点深奥哦。他们都明白。好，来，我们三二一，请作答。一休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一休？等一下我们将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云茹。因为煮饭真的是我不擅长的事情。所以各种的做菜做饭都会吗？对，一休煮饭是真的很好吃。真的，现场有吃过一休煮的饭的好朋友，有很多人呢。其实，那一休呢？你的拿手好菜是什么？跟大家说一下。家常菜，咖喱饭。对啊，咖喱饭还可以啊，咖喱饭 OK。咖喱饭。对，出国的时候也是煮咖喱饭。很厉害啊，会做饭的男生。OK， 来。我刚刚的名义上各种主动，也都是我比较主动啦。真的会主动很好，所以以后要将这个技能交给我们的努比哦，我们的好朋友。来，一份小礼物赠送给你。刚刚我们的一休有说，觉得谁比较主动？
有没有人要答题？这边。动啊。比较会主动是一休哈，为什么？当然很乖呀、啊，啊，对，自动用啊，不愿意再说话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新人这边，觉得谁比较主动呢？三二一，请作答。没错，就是一休。来，谢谢。谁比较主动之外，谁是爱哭鬼呢？虽然我们刚刚旁边露比一直在旁边配乐，对不对？但是搞不好我们在生活里头呢，哎，两个人还是有谁比较爱哭的时候。我们来看看。有没有人要抢答？露比最爱哭了，同学，真的就是遗传了两个人的基因，对不对？露比最爱哭，从刚刚开始就记得他哭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？是一休呢，还是云如？好不好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作答。真的就是露比，所以露比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爱哭鬼冠军。来，妈妈，我们一份小礼物赠送给你。好，我想问云如还是一休，最喜欢到别人家去上厕所呢？有别人家上厕所的癖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什么是正确答案？来，三二一，请作答。云如为什么喜欢去别人家上厕所呢？人家厕所总是比较脏。所以这个是指大号的关系吗？都有，就喜欢去别人家上厕所。所以云如有去我们这位朋友家上厕所吗？好朋友家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送你们一份小礼物。就是怀上露比那一次，是谁比较主动？这么令人害羞的题目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两个人觉得谁比较主动呢？三二一，请作答。好难哦。哦，两个人的答案又不一样咯。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呢，我们的一休跟云如哦，在爱情的时候呢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互相的尊重对方，也疼爱对方。所以恭喜我们这对甜蜜的小两口，恭喜你们。我们的一休跟云如10分钟之后将进入我们的婚礼现场。
给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好朋友和我一起抱着一颗期待的心。花莲市民代表会的主席在这边，还有我们秀林乡的代表会也都在这边，所以喝酒不用怕，秀林跟花莲市绝对不会有酒测的问题。我会跟大家报告，这边是寿丰乡哈。今天我一定要来到现场，要祝福我们慧琪姐，是我们代表会的组员。今天看到她，我还没来的时候已经看到她的照片，我说，哎，这是哪里来的贵妇？我们一起祝福。一休还有云如，恭喜！干杯！谢谢，谢谢大家的热烈祝福。受一下我们现场嘉宾的热烈祝福的阿飞的小蝴蝶，大家好，我的一切听不见。
前，突然间触碰你之间，还有机会能够发现爱一个人的纯粹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说我的小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，我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阿飞的小蝴蝶献给我们在桌球的家里好朋友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新人一样永远的幸福与快乐，借由我们美美的美妙歌声来谢谢大家。多一点牵手吗？耶！我仅有的一切，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飞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依偎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。我说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，只要你愿意给，我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谢谢大家。很好听，对不对？真的觉得我们的美美可以出道了耶。谢谢。美美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姐姐说？再生一个。谢谢。我们现在要来抽出我们的幸运彩金得主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十秒钟。五张的成绩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恭喜！十秒钟的时间，好，他超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一下。算一下几张？23张，还有吗？还有还有。29、30、31、32、33，还有吗？还有。还有。哇！42张，成绩是42张，厉害！好，我们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恭喜！我们来算一下，我们摸彩箱里头总共有几张？
前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二位好朋友，里面呢有这个崇德银农场的这个门票，恭喜！Thank you.
来来来，五五五五节，六六六六六六六，好。爸爸今天喝几杯酒？哦，喝好多，但是啊，爸爸还开心。爸爸还是清醒的吗？当然。晚上还要再站啊？晚上还要再站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你的脸现在超红的哎！真的、哦？对啊。这样好看吗？好看啊。来，爸爸帮我特写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到时候给那个女友看。来，五 G 哎。五 G。五 G 哎。那钢铁人呢？啊，钢铁人。OK OK